乾隆执政以来，吕布专担高官铺腿，到在昆明后都。大人啊，你可记得最近这个孙猴子俺是真好啊？五娘，俺们可以再次出马。有人是要挑敌我换。这年秦钟女啊，你千岁，军中有人要挑敌我换，怎么让武官当理由？你对下官一定笑他。这是人家少爷林清玄，林清玄，小爷啊，你是个少年家，你有这么快不定，别挑机谋反，不容易啊！但爱当道当家，我也是个人当道，怎会爱我定的？爱是真情简单，你只要命人去敲伊人家。有真多刀手剑客，好，哪人？到今我所在，在家有罪。你的是污浊，求秦王
靠着你大大的身份，你个灰灰得的公安口江江湖，别叫我下啊！明天再回见啊！是啊，啊好啊，没事。哎呦呦，你最大事啊！管住我管事，你管住，这也就是个表妹，我改看起来，伊也是无心，可能是叫秦王改的技术，谁呀？我我啊！看到我这弯弯的脸吗？看回去了。好好好，方才对你言不出，请你原谅哟。这一表小妹，你的家来书，和你传这东西处理，分开哈。你可敢搞他？啊！你做大事要误了我。我只管我两千家千百等，你等下莫去笑话。我唔出家门，你家家叫我做做。你家叫我来笑笑。我要当兵改一转，原来是
是，你要证明大家心酸。对，你先我过，你旁边人上关，我惊人会伤心。等一下，我再跟你讲啊。我家看到我的哥哥拢爱你，如果我有啥你记住，我是你的父。亲妈，我囡仔嘞，我是快乐心的。再要带你看是吧？真好水呢。开始，所以，先生，我有爱的人，我爱的人是你，不可能。